花花，你要再给我吗？好。哈尔夫妻，那上次影片呢，我们就有聊到说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登记了。大家都是第一次结婚嘛？是吗？此刻是啊，对，是吗？是吧？好，我们都是第一次结婚，所以其实对于台湾的法律来说，没有做过功课的人，你会需要查一下资料。对，已经不像是以前说哦。办个仪式，然后请个宴席，其实就算结婚了。对，它有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这支影片也算是一个记录我们登记的过程，同时也跟大家分享该如何登记结婚了。小科普：台湾从民国97年5月23日起，明文规定新人都必须前往户政事务所结婚登记，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。所以呢，就是在新人的浪漫的喜宴之前呢，其实还有一连串的这个繁琐的行为。那我们今天就繁琐，好行程 ，Go Go。接下来前往户政事务所之前呢，可以准备四样东西，然后有两样东西可以不用带。有哪两样东西不用带？相声演员，虚字搭腔。哎，第一样，双方当事人身份证正本。第二样，双方当事人户口名簿正本。那我的户籍在嘉义，我需要回嘉义办吗？他的户籍是嘉义，但是不用回嘉义申请就对了。嗯，对。好，谢谢。第三，含有两位证人签名的结婚书约正本一份。那建议准备两份啦，一份留作纪念，一份给公所这样子。嗯，结婚书约是什么？结婚书约就是结婚证书，只是它没有硬性规定说就是一定要用官方的版本，但是如果要使用官方的版本也是有的，还可以自己制作。重点是要有两位证人的签名。好，所以要先制作一个书约，然后再找两位证人。没错。我想要弄个哈利波特风格，就是羊皮纸烫金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么高级。就是废话。我们要有品味。好啦，那你想要深色一点还是浅色一点？你说羊皮纸的部分吗？对啊，整体感觉，整体。我要很羊皮纸。呼呼呼！すごいね。啪啪啪啪啪啪啪！麻烦你了。四新台币260元左右。那这边贴心小提醒，可以不用带的两样东西是身份证的照片。如果说你要沿用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做使用哦。但如果想要顺便换的话，也可以带去。第二样是不用带印章，对，因为现在签名都是具有法律效益的哦。除非你特别喜欢印章，那你可以带印件去。好，最后的最后，花花，你要再给我吗？好。你的设计换来了一个证明书，显然是民国的设计。民国的设计，民国中华民国的设计。对，没有等价交换的感觉。对对啊。对，但证明书主要就是拿来就是公司请假请婚假用的吧？是，基本上应该没有其他功能。可是婚假有钱。
婚嫁有钱、喔，婚嫁有钱。那接下来就是下一步什么婚宴吗？最辛苦的东西来了，是个大挑战。明年吧，明年。好，我们还没有定时间。哎，对啊，那传统仪式上，我们今天这个结束之后是要什么？入洞。啊，讨厌死神，死神，人家不来了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子啦。好，来，好，夫妻，拜拜。